进来。好了，我的闲话就说这么多。这里是虎牌乐队龙虎榜北京的初赛的第三轮的首场比赛，我们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。首先欢迎到的这支乐队，刚才的有四位在呼唤他们的声音，来，让我们欢迎到的就是万劫不复。欢迎欢迎，来，第一支乐队，给你们多一点时间，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好不好？谁来讲？哎，哥们儿，这儿这儿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乐队。王成、王国还有我。你是谁？我是陈广飞。OK。我刚才你们上台之前呢，有四位你们的粉丝对你们很有支持，不知道一会儿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？是四位吗？啊，我眼拙，哎，这有四十位啊。今天都我闯啊！啊 ！OK， 准备用什么样的方式跟大家来介绍你们，或者让大家认识你们的音乐？当然演了，知道吗？第一支今天比赛乐队有没有想法说站到我们的半决赛的舞台上去？有啊，有啊，必须的。好了，闲话少说，我不说了。接下来呢，他们也是用他们的音乐来征服各位。来，让我们欢迎今天第一支比赛乐队万劫不复。
支比赛的乐队万劫不复，辛苦辛苦辛苦，来来来来来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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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万劫不复，第一支乐队，来珊珊珊珊珊，第一支乐队就脱了，以后下面四支乐队我也希望能比成这个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今天五支乐队里有女主唱。哎，解释一下好不好？为什么叫万劫不复？啊，这为什么叫万劫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喜欢？哦，为什么叫劫后余生呢？不好听啊，万劫不复好听。你们成军几年了？一年。一年，怎么走在一起组成这支乐队的？都是发小，都是兄弟。啊，都是发小。OK， 好，哎，第一支上来比赛的乐队。后面还有四支，我们不知道现在是什么类型，也不知道他们水平怎么样。不管乐风格，往后乐队都是最棒的，大家一块儿开心。你们不渴望那10万块钱呢？不渴望。好，这玩意儿乐队没有压力了。好了，你先去。这是我们的第一支比赛乐队万劫不复，你们喜欢吗？喜欢就该干嘛去投票，后面有他们投票箱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把手里那一票投到那个他们名字的投票箱里去支持他们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你们，休息一下休息一下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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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劫不复，谢谢。